今天咱这一主驾车全部拆掉啦。咱们外观不是说做了差不多了吗？可以拆掉了。哦，咱们隔壁老太太不是用柴火灶吗？搬一些，要不然她自己平时搬还挺吃力的。哦，你看她累得很，我刚才已经给她搬了一堆了。你知道她干嘛？她还拿100块钱要谢谢我。哎呀，这老太太！啊，我说你这个人干嘛了？我们隔壁老太太她就是这样子，平时我们拿点东西给她，她就要回点东西给我们，就不好意思拿这些东西。那你那100块钱收了吗？哪可能？这些主教全部拆掉之后，感觉整个房子看起来就很漂亮了。刘丽跟我公公全都在上面清理那些不要的东西。哎呀，当瓜子干的。我把瓜子切的开好牙喝了。哦。啊，那边瓜，那边瓜，我来瓜。我的瓜没坏了。是的。你帮忙不？你小心点，这没有钉子嘛。拿少一点，要不然扎的。哦。那上面有钉子。这咬坏我。老太太平时捡的柴火就全都往我们这边放了，她放在那里，平时再慢慢敲，慢慢的拿回去烧。啊，那边搬，我来给你搬。你看做好，你早餐行。看吧，鸟枪哈。老太太是闲不住，还是得过来搬一点。我你忙点了，忙点了。妈妈点了。一二三，别趴下。这些柴火够了，他才烧一阵子的。是啊，这些饭碗弄不过来，你别发火。你是不是傻呀？自己这个碗翻不上来，你就在那凶，有什么好凶的？妈，老爸怎么地了？你怎么呀？哎呦，你爸买的黑鱼，不知道要做什么，什么番茄什么鱼哦？哦，番茄鱼片啊，番茄鱼片我都不会做的。他很搞笑，你路边不是种那个红辣椒吗？哈，妈妈买了种这辣椒长翘了，我不能吃，吃了就是。那爸爸妈妈吃了，爸爸的。笑死！哎呦，你今天头上这个是什么玩意儿？天线呢？啊？是啊。今天信号是比较好啊。4G 还是5G 的呀？他有可能要睡觉了，中午没睡呀。没睡，老师都没睡。得拿个扫帚再把这路扫一下，要不然怕有钉子把车炸了就不好啊。这怎么干个活还掉装备呢？想换手机了是不是？没有这个意思啊。想换直说。你自己理会就好了，手机还能用个一年半载的啊、哦！缝缝补补，咱又3年，碎了也没事。走吧，咱去做饭去。好。妈妈，好，妈妈，你也走啦。好，再爬上来啊。绿辣椒。红了是不是啊？那个大的红辣椒就摘起来，要不到时候烂掉了。甜，摘下给你吃好不好？我不要。走吧，回家。把那窗跟姜先洗一下，然后洗上3个西红柿，摆个十字花刀，用开始烫一下，把皮剥了。媳妇儿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就洗葱、洗姜，把西红柿改十字花刀，把皮给剥了。要开始烫一下，这不是很离谱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好吃都是我爸的功劳，不好吃都是你的功劳。你这小叔当的压力太大了啊、哦！那我煮的好吃，我不得给他尝个功劳，还得也是我菜洗的好。也是咱脸皮长得好啊！今天这白菜买的真漂亮。这是白菜吗？这个叫做上海芹。这菜买的好也是你的功劳啊！是啊，你爸又给你买玩具啊！啊！还这么开心？我开心的要哭呀！你是在跳舞还是在扭麻花呀？扭麻花。啊！那这打出去，果果不又给你捡回来啦？哦哦，不是你的！他把你球叼走了。这就要开始腌鱼了，腌，下去，妈妈你点更好，葱姜水，地瓜粉，再来个鸡蛋清，不辣哈，没有一点辣的，哎，好好。
今天先在后面坐吧。嗯。偷拍你啊。不是，不用，点白醋汁。这松白醋汁点一点就好吃。以后咱们是要有仪式感的，连菜都摆得这么好。结婚了哈。关键今天菜少，可是还是好用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牛肚菌。羊肚菌。羊肚菌。你是被胡建人耽误的福建人。胡建人，那是哪个姑姑还是吃菜菜？爷爷今天煮的这个可好吃了。那你想吃什么？够了。吃点青菜，吃了会长高高，而且我再给你变个小魔法。嗯，不能挑食啊，菜一定要多吃。出来啊！是啊，怎么是这样呀？注意不倒油嘛，我本来想着咸蛋会把油全部倒下去。啥意思？没听懂。老爸一说就是因为我这道菜不好吃，我不好吃，我油倒太多了。我就说吧，做的好吃的就是他的功劳，做的不好吃的就是你的功劳。那我就说了吧，你这个乌鸦嘴。